Oops, it's pretty dark here. Let's adjust the exposure. It's weird. This actually takes videos very dark. 你知道你今天给我做了什么好事吗？你不来我忘记了。What? 我让你收衣服，不会快去晒衣服。太阳晒了，你收进来的味道是那个特别好闻的。结果可能下了些雨，衣服上沾了臭味儿，然后再收进来。我在这儿，我的鼻子特别 sensible，你知道。Something wrong? 然后我看见这些东西。我就在那生了半天气，不能 control，你知道？就说我说一件事儿，他不能快快，又不说他腿断了，就穿上拖鞋出去，啪拿进来就完了。哎呀，这晒东西就是太阳晒得好的时候拿进来，那个味儿特别香。结果他要等着这个天变了，撒泡尿，然后拿进来，然后让我闻上。我说这怎么这么孝顺呢？哎，我简直是，我在这忙着干啥着呢？给我自己要编一个新的药喝上，这个药呢，重新研究一下这个方子，这个研究方子。哇，今天呢喝呢 too late，所以我就没喝，想着明天早晨一起来了第一件事儿。就是累死也要爬到那儿，先把药放到锅里。要是早晨不第一个放进锅里，我这一天就喝不上药了。然后就干屁事儿，9点钟那个来了，我就得老是惦记那个。然后下午买东西破东西的人也是不快快的回来，弄得我那个。All right, that's going on.